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道心師傅的孫慶陽，我代表我爺爺道心師傅和我們家族萬二分咁樣歡迎大家嚟臨。在座咁多位都是同我爺爺攜手共進好多年的朋友，每年呢個時間都特別高興。你哋同我爺爺一樣，都有一種永不言休的精神，心中嗰團火比年輕人更加熾熱。我爺爺每一年喺思想境界上面都力求突破創新，今年更加利用社交平台，同各界嘅朋友近距離交流武術同埋醫學，希望可以與時並進，提升自己，同時將呢兩種國粹傳承。多謝大家。有請徒子徒孫同埋親人陪同壽星公道心師傅上堂。準備為壽星公道心師傅唱生日歌。
請各位就座。
非常感謝大家細心欣賞，麻煩露亭酒樓的員工、喜菜、各位嘉賓慢慢品嚐的同時，請欣賞各類的節目。